初天啊，拍作多久也是农具。一般人印象当中，那是一种有信用色彩的古早行业。这种传承几千年的拍铁业，有真侪拍铁师一生的心愿，都是让练出一口绝世刀气。为了要增加刀剑的灵气，在刀剑进程，拍铁师拢会先烧香。因所拜并是神，而是母主的人骨。这种高端的人骨刀剑，充满着神秘而诡异的色彩。今天是我们四座台湾都要讲一段发生在红山打铁的故事。俗语讲，高铁不要打太多，隔着太阳不如无。现今社神郑南波打铁英雄当葫芦，千金小姐不怕高，甘愿小盘也爱好。输地位置失差错，含混走入往事道。四骨连体打成刀，十八当后弯手套。好汉相助为公道，顶弯既然要如何报？请收看今天的四座台湾刀魂奇案。铁师叫做梅继兴，伊最大目标就是要练成一口天下无双的剑。集团拍铁的多数人，干将甲木爷，因为着要练出好剑，几下木爷都跳入去火炉内底，一心来练剑。最后总算练出了一代名剑，干将甲木爷流传落来。为着要练出天下无双的剑，梅继兴伫拍铁做剑进程，伊拢会好好摆一下，然后再来修骨拍铁。刚是神王爷的时候，红山的神王庙也真闹热烈办庆祝活动，大家拢穿金铺牌行李来到庙前面拜祖。甲白铁星伊嘛做了一口新兵剑，要来献给神王爷。别人也是口新兵剑的时候，竟然拢突破了什么？一口新兵剑，不论是外形、气势，拢有大家足好热。因为相传，乃当做出一口剑来献给神明，这个拍铁师伊功夫做得真出众，而且伊的道德修养嘛一定是足好的，叫不倒。这种气势绝对会起腰痛的，为何人家来安听？哈哈哈哈，那是当然的嘛。白铁星听到这款的话了，伊真自然回头过来看向你讲，结果竟然看到一个美丽的春梅，伊一时心花开，无拄好塞去弄个香炉了。哈哈哈哈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老王威老小姐。这位是做这新物件的师傅，白铁星白师傅。老王威老小姐，这个庙公将白铁星介绍老王威甲春梅熟识。铁星是真歹势的看春梅，啊老王威对我是足肯定的。想袂到讲大名鼎鼎的打铁师白师傅啊，竟然这样少年，真是让想袂到。老王威啊。我是你无去啊！阿青诶，他哪无来？阿青咯，那讲到铁星这个师弟阿青，伊是一个不学无术、规工弄流连、阁爱跋筊的人。对拍铁功夫是从来都唔知通精进去学，十跋高输咧，清早嘛替铁星惹来真侪麻烦。无论铁星安怎讲，伊都一直唔知通悔改。半暝啊，白铁星还阁真认真地拍铁啊，赶紧要交人。也毋过伊这师弟阿青是输到咱那底下地房子，拄拄啊转来拍铁啊店食。阿青伫个门口看到伊这师兄，这晚阁这么久来伫做工课，家己感觉淡薄啊歹势咧，见笑见笑，坐在门口咧哭落来，今仔冻鸡半工，阁毋知我是要就去啊。谁人进来？谁人？谁人
到这么晚，到底是你啥？规日这间店你若无在，无人会来交关啦。钱啊，你若讲这个话，是我唔对，我不应该把这点放在上面讲啊。我无安尼讲哦，阿倩啊，你先唔少想看卖啊，人家拍电话来找我，唔找你，只要我若无伫店里，店里都无生意，你家己先来买手检讨一下。黑龙江有你啊，你搞啊，你搞拍你啊，大家拢来找你，找我没有啊？你哦，干这么个公鸡老话啦？你有拍电话几年啊？连一个铁刀、大刀都无在遐拍，你安尼敢对天输了？对，我无好，我无用天分，我无用意思啦，我拉着这辛苦。阿姐，阿姐，天生其实真有心，你将伊功夫拢教阿青，要么阿青就无心要学咧，对我天生嘛感觉足困扰的。虽然讲阿青是个孙辈，而且都算亲戚会去甲岁数慢慢拢拍干，伊嘛是不忍心甲放弃，也希望我有一天伊会当想会通。天啊，拍字敢是安尼拍呀？你是无食饭，敢是生较出力嘞？三分时来甲你加油啦！是甲你拍出一支火刀出来咯，村巴甲你讲话，若要拍一支火刀，也要目睭去看火势，你甲扶，扶到这个天暗的时阵啊，趁这个热度，赶紧来甲拍，用心来甲拍出来，安尼才拍出一支火刀。我知啦，你卖啰嗦无啦。阿谦啊，我对你安尼哦，也是爱你好啦。准备过世的时阵，你都交代我。所以对你暗敬敬啊！我希望你家己快些求进步啊！对啦，我也无迄个天分啊，无迄个兴趣啊。等你养老，规日都拢无你用脑啊！那了是着我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妹啊，免你管啦。哎呀！是的啊。阿姐啊，哦，请问你白山蝴蝶不？对啊，有人催你啦。哦，白师傅你好，唔知你记得我无？会啊，我当然会记啊。啊，对啦，老师姐，啊，你好，银行来。哦，是安尼啦，迄天伫个白店看你拍迄个视频，件实在是足水诶，所以我今想过来遮参观看卖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欢迎欢迎，来恁坐啦。内面无半条鱼啊，加咱一寡拍地的工具呢。阿健啊，我用世界看看个。会用啊。这个做得水耶，这嘛是你做的哦。是啊。你写就搞，就厉害呢。多谢你啊，是老小姐你哦，无气人呐。不过我是真实的啊。李师傅，你家做工过，一年做多少吼？其实习惯就好啊，这根本嘛无啥。哦，对啦，我阿爸对练琴最有兴趣的，我伫卡几日工，伊非常伫去家练一支琴，所以我就想过来遮参观看卖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朱梅甲铁线两个人伫遐讲，也徛伫门口阿青啊，可能是目空作起来。心肝来想讲，这孙兄虽然看起来老实老实，但是想要教我，原来是一个低估嘞。拍铁也是有什么遗憾，凭什么讲好康拢丢伊啊？阿青愈想就愈硬嘞，想讲只要等伊赢叫，那查甫囡仔要十个八个那么无问题。想想呢，佫收起交警啊。咱当作偏好哦，你若大输家哦，我就是要甲你整起头。阿青跋筊跋欠人一大堆账，人桌仔已经准备好势，要甲剁镜头啊！伊知影讲，只要甲白铁星讲，白铁星一定袂见树不救。
也不过不再甲孙爷冤家过年呢，免阿好势去甲讨钱就好。不过那是无甲孙爷开嘴，那这个镜头就害啊！老伟，小姐，你来请一下。这信头吼，想要麻烦你些。这是这上好的生意，我怕是我要甲拍做起价，是要迄落新工作的收单，的新人价，所以你得爱用心。这真是这真好的生意，老伟，做你放心吧。有这么好的生意吼，我绝对袂去弄。我一定用心甲拍做一件，有两成新物件。这是定金，你甲收起。我老阿伯，这我无收啦。你今年这有心哦，要送我新工作，我定较无应该收这钱啊。阿哥有啦，阮做拍片的吼，那是做新物件哦，阮是无收这的啦。无咯，这样你得爱来收起。上届要紧，是讲甲拍好就好。对，阿弟去我三间好未？对啦。我是最无问题，一定跟你做得好。春梅啊，智信甲春梅两个人虽然讲才见过三摆面尔，但不过两个人对对方拢真有好感，所有的爱慕一时拢表现在伊的眼神之中。甲春梅再见啊，嘛是爱听我老话。善良的白帝星心内想讲，等待新兵剑拍好了，再个将定金献伊，然后就刷手将钱藏在左树内只心坎顶头，但是拢被阿青看到。对啊，青啊，你当时等啊，你无啥无事。我拄仔才回来，看到老王妹甲老小姐，我就甲因拍一下招呼，我就入来啊。看你礼拜为你讲钱呀，所以我都不叫你啊。老王妹，因来了这要从哪？哦。哎，就提这支 CT 哦，公交个人生一支生命剑啦。孙啊，你等你的什么剑啊？哪个骨头？啊！哪个骨头？这谁送来了？这是咱古早所传落来练剑法啦。咱拍铁做树牙，甘将木牙，因为特别练成一支好剑，甘蛮从个地辛苦跳鱼飞落来。啊！这叫做一心念念，你甲看，这块已经变成青色，这个表示这骨头咧起作用啊，骨头内面的成分啊，伊会使分离起个实质，安尼才是练成一支真好的心念念。阿青也跟着进入心，要学杜做心念念，其实心内所暗算的，是拄只老员工所留了迄包定金。为了要赶在三天之内完成老员工所交代的新命剑，白天生前咧无眠无日伫火炉边啊做事，夜深啊嘛一直陪伊。但是伊的目的唔是要学练剑，是要趁机会偷摕老员工的定金去行伊的娇小。铁心伊当然唔知阿青的目的，也就是讲阿青香港变得晓想啊，就讲开始要来学拍铁啊，伊感觉是足安慰的。阿青安尼每日无休困伫做事。结果一口有灵气的筋骨神剑总算完成了。这口神剑看在白天星的眼中，原来是足满意的。这个神剑，我总算练成了。孙杨，你练成了？今日怎看的？是好剑哦，孙、我看你哦，练这多剑哦，可能自己上水啊，确实是好剑。这个剑哦，是我这身上练过上好、上水的。我感觉以后，我再不练就别提了。这世间哦，都真是比你怕这个剑啊！我即马头会放来吼，才知影真正辛苦哦，有淡薄仔忝啊。好啦，阿姐啊，我等你自己点哦，即马你就留安慰啦。哦，还要替你进钱哦，才想到要请钱。好，家己也较顺利啊。冇问题，主要你刚才一问啊。好啦。
安尼计算三工三暝了后，阿青等待机会总算来啊！提醒金卡带入房间底尔，伊就去一头爷咧背去偷摕遐钱啊！叫阿青啊，阿你较等咧，这个送啊！阿青偷摕钱去用掠着，丢丢！伊甲白提醒之间，敢会发生什么款的冲突呢？叫阿青啊！我欠人钱，我都无用哦，伊要跟我两斤重奖金啊！你害我讲几遍啊！我叫你买去，把钱全拢唔听，不然咱就白拿五百块。为了不要阿青将定金提走，三兄弟两个人当然是拍起来。还想袂到讲紧急之下，阿青竟然错手将铁心团稍微拄啊拍好迄口新兵剑的。大的是，迄口来剑剑的新兵剑，准准准贯穿了铁心的心脏。失手杀死人阿青，一看到这款情形，一时嘛唔知要如何是好，跟阿将白铁心骂得一直哭起来。输啦，输啦！就白铁星冰冷的身体，阿青一时间不知要安怎才好。就在这时阵，欢欢喜喜要来提新兵剑要出门，看到拍掉店的光头白日在看棉被，伊嘛想好。去把店头关掉的，啊，佮我们做袂安尼啊？哦，是安尼啦，你较早阮师傅捌甲阮教过嘛，若要做新面镜，袂个互别人看到。哦。啊，袂使有滴个。歹势，阮主要较我较快无用，好，你先等。歹势。哎，袂使有滴。哎，你怎样？喂，哎，是安那安尼啦？小姐，既然已经安尼讲啊，不然先等来去。等伊行做好，伊可以甲阮通知啊。主任，我不是专门要甲你害死，我不是条故意要甲你杀入迷魂了，我只是错觉，我才甲你害死。你这样子，你哩不忍心，我要用上法务，我要用大脑哦。你哩不管我，无好我甲你学拍去。我今日，我得好好拍一摆子，我是你的心肝。真正是好行。怎么样？你看安怎？阿爸，怪怪呢。怪怪，哪位怪怪？我嘛讲袂出来。未婚？不，喏，哎，村民小姐，老外妹，这不是未婚啊，这吼、哦、是老外妹前来迄个生天吼，内底一种特别殊的新婚啦、啊，啊，经过年节了吼，主年三千年的设定，这不是未婚啦、啊，这新民江特殊的所在啦，哎，哎呦，哎，我你惊死我，嗯，是讲恁三兄一定三暝三日为着这支剑拢无困哦。老外妹啊，这个代志我唔知要安怎甲你解释呢。有啥物代志你做你讲啊？老外妹啊，三工前阮孙兄吼，提你个条件了，人都无去啊呢，啊唔知走去倒啊。这支剑哦，其实是我拍的啦。三夫人无去，你哪有可能把钱款的水走啦？
阿青的讲法和春梅感觉真怀疑，你是面前所留下的婚嫁，不再就埋下了不祥的祸变。林公主将身在上，今仔日是你的寿诞，地主特别派一支新面甲要来献给你，希望你会通继续斩妖除魔，和咱洪山的百姓大家生活安定。安娜，你呢？啊，从来都唔捌发生过这种代志啊！啊，你肚皮无干大啦，这情况做唔肯答应啦。好，紧，赶紧去提红带来。好好好。先工作在上，地主即摆特别伫即个刀背看安怎，希望先工作会当接受地主的叫板。当大哥在谈起你啊，不过你先做医官不当接受，大家拢认为讲这是歹结掉。敢讲是因为这口新面剑要未开工就先忌讳，所以你先做在不接受的。第一口新面剑要未做出来之前，大家拢叫是阿青未晓，但是唔知讲伊这么熬咧。既然白天先无敌的，阿青当然就出头天咧，所以今麦正人拢来找阿青啊拍底，对待阿青的态度嘛拢无同款啊。但是阿青对拍底有影都无兴趣咧。我根本就不爱怕你嘛，为着什么性命剑，还我安尼跌落去地来？袂个，我袂晓怕你啊。要么我刚刚要怕太多的代志，早晚来别扛。自从白天星失踪了后，春梅就闷闷不乐。大家不是戆戆看迄口性命剑，无就是流目屎。老王维看伊这个款，安尼一天一天一直消散倒爬来，嘛真唔甘。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。也既然查某囝对赌剑的拍底阿西有介意，伊阿青的技术嘛无比白天星较差嘞，所以心里就暗算讲，要来将这阿青啊招做囝婿，来解决一切问题。老王喂，你来找我有啥代志啊？讲起来吼，实在真歹势啦。自从你师兄无代无志失踪了后啊，我迄个查囝出门吼，他当时安尼闷闷不乐啦。我是想讲，要来找一下对象，看安尼改变你的心情未？哦，是应该啦，应该啦。我是咧希望讲，你会当甲伊结成一对。无啦，老王哥呀，都我是一个怕地的粗人，我甲从伊就只，哪有可能过得过啦？会当过你幸福，同时也有一个人爱接受着我的事业。杨坤，这人哦，一定来好我招。都会锻炼你老家，我没个怕你，你安心去。
家了。所以做这样你都想听我，我该当作是我的亲人呀。你要听我，你就听个对我。我今晚和你真讨厌。所以，我知道你不甘愿带这个车到来的，我准备好啊。为着要白天性的冤魂过来高高殿，阿青就将早准备好的符啊摕出来，将菜刀给垫掉的，希望白天性的冤魂会当将住红蝶这个菜刀来底。三亚底下之间的温暖，也做完了一笔搞笑。至少看你们一个渣到去，走啊！搞笑人，卖菜刀搁咸菜人，好假真人真要紧，阿无这下哦，真正要扑死啦！啊，你搞我的手牵条条，是要创啥哈？歹势啦，我都感觉你这人袂歹啦，啊以后哦，闹什么大事哦，都来天雄啦找我，哈！哎、啊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。我叫英雄啦，英雄，你名好啦吼，刚刚迄卖菜刀顶搭吼，真正是英雄。我决定找你这个朋友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吼，我叫做阿仔，阿、啊、是阿仔阿仔阿仔仔，你知影吗？好啦，我有闲再请人陪我啦。好，我先来先，时间啊，阿弟吼，哎。这条巷啊，是多一条啊？哎，我嘛要去天雄楼呢。气死你了，这害啦！啊，要吃饭时间，咱去走啊，无看啦。一个查某囡仔，一个狗，你话好，走，你嘛小个架势。哎，啊，咱怎么今早出去一个尔？你在那谁谁了么？老爷夫人，本台主贺阿青永贞。是的，是的。阿青啊。不要等了，别人的小孩都是安安静静在那家，咱到这样跟他压力一样，见拜长不来等，到底是他比较大还是我比较大？先跟我说的，然后这不是一个人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压力，我是千里马恩吉马。哎呦，这个小孩子人生得还怎么那么大波呀？啊，你是不是比较会吃亏，也比较不用听话啊？伊是村民甲阿
青为了查某囝，所以拢真诚意。伊穿着嘛叫做查甫款，四个去浪溜连啊！啊，规个天龙楼的人拢嘛知影桂英这个怪癖，但是有哪配合伊背点啊搬伊。啊，知啊，伊是天龙楼总破西大肚西的家乡，本来想要投靠大肚西，但不过想要到讲大肚西已经过身去啊，千里迢迢来个这所在，想不到拄到这个情形呢。空嘴薄舌无路用啊！天龙楼这阿发啦，安怎嘛无爱甲请？阿发啦。啊！你当时变做头家，我奈拢唔知影哈。啊，头家啊，大小姐死嘞啦！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啊，我是讲哦，我阿爸无讲无容易啊。你有啥物资格叫伊登去床卡？你若是要叫伊走，你就以前登去床卡。啊，你叫我走哦、啊，大小姐，死嘞死嘞，哦，阿无安尼啦，交给我处理啦吼。嘿嘿嘿嘿，呀，啊，你也忝哦，唔知你叫啥物名吼？我叫阿仔。是阿仔阿仔是阿仔的仔，诶、欸，仔哥啊，啊是安尼啦吼，啊来咱家吼，土鸡面来无管你功夫哦，偌厉害吼，啊就是爱为切菜啦、打水啦、啊洗碗开始啦，啊这阵做当个工课，唔知你做会下未吼？无问题，快点叫做诶。啊，无问题哦、喔，哎呦，恭喜啊！别贵英的帮助之下，阿仔是欢喜个要死，总算找到工课啊，但是拢唔知讲面头前。这个帮助伊的小姐，就是拄只介伫街路走红一个叫做英勇的少年。哇！够可怜，我这天就够帮助。抓我路算，抓我路算啊！像啊，就像啊。为石头旁所发出来怪声，我这个卖刀的头家感觉足好奇的，想要到讲十八年后被放在菜刀内底提醒，伊的怨魂赶快怨气未消，我都淘汰。你这件诡奇的代志，真紧就伫个红山城内传开啊！风声蹦起来讲话，我真正来到天龙楼吃饭的村民，大家来七七查查，一直在讨论。你叫我拍咪啊？什么？你说我拍命啊？对啊，啊，刚有一个声音讲什么？错我路说，错我路说。啊，刚有听到声音，无看有人影，啊，咪拍命也袂声，对无？有人影。我弟兄悬崖在上，请你原谅地主。地主不是超过伊寒死水呢，我是不敌伊的空中，神爷已经保庇地主这么多年了，千万不能在这个时阵放弃地主。我祖兄虽然可怜，也不过伊即马已经不在人世，请你保庇伊，早一日投胎，卖过来过过天。奇怪，你哪讲到伊祖兄？天线不是已经失踪十八年啊？十八年来疑问，突然间蔡向阳为村民心肝头浮现出来，天线的关系根本对路就出来。奇怪，你哪讲到耶稣兄？天线不是已经失踪十八年啊？他们讲伊啥伊的下落？阿青自从去老家招了后，都包括拍过天呀。也不过本来已经拍天的店，伊个老的，因为伊也是大家拢会等下这个所在，这摆拍天的店的祖师爷吴地江，伊认为讲今仔日所有伊的一切，拢是吴地江所赐予的，伊都要饮水思源。当然，伊嘛无忘记讲，伊现主持所有的享受，台拢爱有家己的菜刀才用的。所以阿仔就决定讲，要去菜市啊，去拣一个属于伊家己的菜刀。如果想要到讲，辛苦尽出的几仙钱，连买刀背都无够。这个情形，毛阿仔家己感觉真硬气。唔知当什么时阵，才当买一个好菜刀。哎、欸，我会记我甲英雄，上在山顶家。有背一支菜刀出来，阿婆来叫看卖。有特别讲爱有一支属于家己的刀，阿仔决定讲要从伊个后山去叫一支奇怪的菜刀转来。
提半斤，我呢个是咩来着？无简单嘞，你讲你个计下背走，啊我个无钱头买刀啊，今日讲迄个白刀吼，搞我骗死。你这支吼，旧蒙旧，啊个生生了解，也唔够我想吼，等去了后，甲你磨磨的吼，应该还是出来啦。七条干掉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习惯安尼，等去了我绝对歹回复正规，大家都替你来做，都你下你蹲，互你熬，互你暖，互你生生。想袂到你真傲菜多，卷子阁袂歹，无啊无啊咧，阁不加来咧。以后你还可以吃青啊？是啥？是啥在讲的？我伫你的手呢。阿伯一心想要孝顺有家己的一个菜刀，但我想要跟我阴错阳差，将方便菜刀来十八年替身啊放放出来。看了这情形，阿伯是今日走到准备离开家去。这段未了的精神，替身比到底怎么都平凡呢？这个奇怪的菜刀，将会为阿伯惹来什么款的风波呢？你别过来啦！我跟你无话无说，你别来找我啦！我知影你好讲话，我讲好背，你是歹命对无？对啦，我就是歹命啊！阿伯你放心，我袂害你。我上惊这啦！阿伯你啊，我改为山地打来是我唔对，我即马随改山地去好无？你为山地搞打落来，我是真感谢。而且我希望你替我做件代志。你别叫我做代志，我嘛无想要甲你做代志。好啦，你别讲电话，你要我甲你斗三家，我去甲你斗三家，你别讲这样好无？拜托啦。十八年前啊，我叫阮厝内搞害死，而且将我分片做伫这个菜刀内。我是想要拜托，帮我找到阮厝的。啊，你袂甲我害吼？袂啦。好啊，阿伯我替你找啦。啊，你厝的叫什么名哈？伊叫阿青。替身又着从十八年前，伊甲阿青两三阿弟啊所发生的代志，一层一层拢甲阿仔讲。原来是安尼吼，安尼吼你实在可怜。了，真是要找报偿哈。虽然搞海事啊，毕竟嘛是我兄弟啊，嘛只有伊啊，才我都搞一切都来面放出来。也唔过我刚知影，你的兄弟阿青是一个怕铁的，人家侪我是要去倒位找。阿仔啊，你伫饭馆内面咧做代志，你来来去去的人遐尔啊侪哦，你煞替我问看卖啊。哦。我来了。哦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阿仔啊，家长快紧的啦，这是做什么来付啦？唔是我家长嘛，是你太多受损了啦。啊，都是我自己啊。这个袂用的啦，这个是我老弟叫的，更加准呢。我唔管你准唔准啦，我今嘛要出菜，倒出来一点点斩条过来菜，搞出来我死，我装酷在等牛你做，知无？啊，较紧的啦。过来这套，唔知有影无影。你想要做中破菜咯？谁讲讲话哦？咱伫阿华的煮茶面等下进前，从这十来个人才笑。你这态度阁真臭屁呢？那唔相信啊？你先试看卖。好，我过来试看卖。都跟他像个盗墓大感官，但给你胖起来了。这些传说簿是你秋风盗墓的感官，修行的你要将风儿过来藏起个清皮溜溜啊！阿仔本来就真熬自己啊，但今晚有多份这个菜刀的倒三工，阿仔才不能一个手艺真好装破菜啊！人家拢真介意所做的菜，哎，天龙楼的生意嘛愈来愈好。当然，上欢喜的就是阿青啊啦，伊抛出一个招牌，讲是料理奇才天龙楼第一装破菜阿仔这个广告，都吸引真侪人来吃啊！今嘛天龙楼的中破西变作阿仔啊，也本来迄个中破西阿花啦，都来给人盘碗盘啊切一刀。小姐，
即届我会当加工钱，拢是你甲我斗三工，多谢呢。那是你家己有才调。哎，出掉，你要紧无？我不要紧。小姐，啊，破你的尴尬，奈跟我一个朋友搁做英雄的，要干啊要干。你是叫我别讲啥？我是怎么样呢？小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是因为我头一届看到你的时阵，我有感觉你的面型跟迄个朋友英雄足共的呢。我想讲，你两个是一项物啊？我看哦，你去喝茶好啊。啊对吼，我去做卡喝茶。臭小子，我故意扑个架，你差不多出来。阿青，伊家己出身真平凡，但我即马煞咧嫌这个下骹手人，都看伊无目白。即马为了桂英，伊到底阿妈刁难这阿仔？阿爸甲你考卷哦，你是一个千金小姐，你都爱知影你家己的身份，唔当甲下骹手人行下去，也啦无，会叫讲英阿话啊。我是千金小姐，阿仔伊嘛是一个总铺师啊。阿仔伊是一个粗人，甲你哪会配得过？阿仔是粗人。当初你嘛是一个拍铁的啊，阿不得无气嫌你啊，你有啥物资格气嫌别人啊？你，你怕我，你怕我，就知影要接受你的安排啊！归啦，归！多谢，多谢，这届因为你跟我斗相共，我来到青州总部赛，免来客气啦。只要你让我多斗三工，才讲输定了你就好。要不过我今嘛星座总部师，我得斗卡无闲呢，可能无法度跟你斗三工，才你的输定。阿爸你啦，陈副小姐一定愿意跟你斗三工啦。不行的啦，为啥不行的？我只不过是一个菜刀而已，但是你要将我代志讲出去，你若不知道的人，讲出你是笑，你知影吗？对吼，阿你要安怎？小姐，啊、你哪在哭？阿仔，以后你别再叫我小姐，你叫我的名字叫你啊。叫你的名？其实我早就介意你，虽然我来麻烦你，以后我嘛是要跟你走。阿仔，你坐我的裤脚好不好？小姐，你是在公孙桥哟？安怎？根本你无愿意哦？无，我愿意啦。也不过，咱见面也无几摆啊，甚至也无单独约会过。哪会无？咁，咱有三个去山顶掠鬼啊？山顶掠鬼是跟我的朋友英雄去的呢，也不是你啊。我就是英雄啦。真哪有可能啊？我的朋友英雄是查甫的，啊你是查某的呢？我是鹿柏男装啊。鹿柏男装？你会记得无？咱伫咧山顶的时候。我让手机惊着，结果我就跳到你的胸口顶，你搁搞破掉的啊！你的记性哪这么歹啊？好，别再讲了，我相信。英雄跟桂英竟然是同一个人，阿仔足意外，但是嘛足欢喜。一个想到讲两个人较早有真侪真亲密的动作，煞开始拍摄起来啊，面啊嘛拢红起来。两个人真紧就伫街路助力问候，开到另外一间的饭馆。也因为因的手艺甲介绍拢未输啊天龙楼，所以讲，逐工点来人客拢是十多桶。真紧，这风声嘛传到阿青的耳旁来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阿青伊就专工带一家人，要阿仔店的该照顾一下。阿爸，阿你哪来？你哪来搞关系好啦？要坐啦，我来参。免，阿爸是来带你回来。阿爸，如果今嘛去做生意，足无闲的呢。我哪有时间哦？我才回去看你。桂英啊，听阿爸的话，你甲迄个郑家松到底未有幸福的？阿爸，我甲阿仔做伙，我感觉真快乐。不管以后的日子会过了安怎，我拢心甘情愿要对伊，请你们替我烦恼啊。阿爸今日是真心来带你回去，你讲唔回去？你是要变阿妈甲你当作干系啊？既然你无做接受阿仔，那你歹势，我要无用啊。来啊！
店的银店口，叫银边做生意，开一天就顶一天，应该用开门为止。是。你来真了吧？小姐，我看你也是带头家回去啦。不可能，伊如果来，我就跟我们回去。相信的把我都告诉你。徛伫门口口的，迄绝对无人敢来遮交关，所以就想另外一个办法，要来招人客。阿仔，甲你出菜功夫，等候大家看。要我等功夫哦？嗯。哦。阿伯啊，你做野菜哦，少食偌济啦，不要偌济哦，我只适合你啦，哈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各位乡亲，来看我阿仔遐出菜功夫哦，进来，进来哦。今仔日我的功夫若是做了唔好，本店就免费招待，大家进来看哦。哎，对啊，为着大家安全哦，小退一下，小退一下，好好好，好小到大家伤着唔好啊。大家看哦，好。阿仔，不一摆，我这个心情太多，是店里的清风扫帚切菜功夫，榴莲都完，稀稀疏疏，我所有的牛皮料都是关进去，大家看看把这种不要人登飞，连本来要来提麻烦三个菜挂面的拢看个硬气啊，这个节课堂叫豆腐就蛮唔使。大家拍摄吼，对吧？你看，我这出菜工安怎？今仔日吼，我阿仔分条大车客，大家你来坐啦。在贴心的帮忙之下，阿仔新出几集的多发表演，将本来流失的人客拢个叫叫上来啊！也是三个派人嘛，感觉相当少嘞。店内又个开始闹热起来。你大家稍等一下，我伫去内底打一包好料给恁吃。人家重新搁转去了，阿仔遐生意是足好个。翻到转来，天龙楼这边是拢无半个人啦，门口店拢要发臭啊！也本来伫个走多只阿华啦，我应该坐伫门边啊度孤。你是咧告生意，还是告杜姑啊？即摆是吃豆的时间，相当一个人计都无。我会知，啊，我著坐你车开台去，啊，无看半人计入来啊。贤孙哪样呢啊？拄阿仔煮迄红烧鸡啦，实在有够好食。咱两个逐工约交关啦，就是讲啊。我瞧到咱二嫂也在咧讲，咩可能做生意？阿青伊嘛想无咧，所以就决定讲要阿仔将看一下究竟，也想要到讲这搭一摆店内，内底闹一个听多，好意思感觉足意外。就伫这时阵，本来伫菜堆内底一个菜刀，竟然煞开始震动起来。十几年前的混乱，顿时为铁心的心肝来都压起来。行，菜少一个 ，OK。三百年前你把我害死，搞我变送你这个菜刀来领，我就把阿姨搞办出来，搞你是这个命根。你这样想去，是不是要出来报仇？伊是我的兄弟，做遐尼侪歹代志，我是伊的兄弟，我应该好好甲教训伊，我应该多对治你这问题。那会这复杂啦？这下家，那有这尔多好的代？
代志，你知影无？我有可能是未来警察，安尼以后我要在你手中，我是要安怎啦？振兴总算找到将伊害死的苏德阿青啊，伊决心要报仇。要么一支菜刀是变怎个一个人当的？阿青势力遐尔啊大着，边啊搁遐侪手下，阿仔甲杜文应该真正有材料通我应付的。没话久，咱滚再开始整啊！阿仔，你是在做搞的呢？这无算啥，都是靠大红大三工啊！都行。我都讲啥啊？爸嘞，你有代志找阮妈对无？紧讲。古林，阿母，古林，你来啊！哎，来这边啊！淡薄啊，啊！不过你整理啊真清气哦，多谢阿母。阿母看你这么安尼哦，我就欢喜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阿母，若不是阿爸比我更有钱人，我嘛袂离开厝的啊。桂英啊，刚刚怎讲？你嘛是一个爱袂嫁出门的查囡仔，唔通王公英啊话。你先带我转来，我一定会替你做定位。是啦，夫人讲了对，你也是先带夫人转去啦。一出门一口肯吃，桂英决定讲要斗阵转去。不过就伫这时阵，边仔迄个爹娘啊，煞开始莫名其妙一直叮当起来。哎，大英啊，阿是出啥啦？我总算看到，阿是看啥？出门呀，这八年啊，一点都拢无，感觉我娘娘水。刀魂，你嘛甲差不多诶，你知影伊是啥无？伊是我未来某诶老母，我还叫伊丈夫啊呢。你搁甲伊食豆腐哦？你以后真正是老不休啦。我不是迄个意思啦，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提醒一路讲心来路感慨，杨哥今麦一个已经是嫁人做某啊，这是死了的夫人，人贵所多，这是我都改变的事实。心来万岁，我也是足济。伊知影讲春梅爱剑，他说原来是一口好剑，伊有机会会当定来陪伫春梅身边咧。不过伊只不过是一个菜刀尔，菜刀嘛，敢来当大碟灶卡。你那突然间变个这厉害，所以我家己菜刀等下了后，哦，我切菜是切偌紧的了。敢是伊菜刀过呢？一定是伊菜刀无唔对啦，我伊菜刀哦，伊变个刀毛猪脚呢。阿华咱一讲了后，阿青叔对伊特别的菜刀开始怀疑的。小姐，夫人，你等下。你是不是想知道这是天兄老爸在问的？知道不对啊，阿爸跟你说，你对阿仔吃情你就艰苦一世了，听阿爸跟你安排没不对了。阿仔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我自己负责任，以后吃情你不用烦恼。你现在是在说什么？我来跟你讲，我你安尼跟我应对应对啊！我无讲了唔对啊，不来烦啦！你两个仔仔囝，啊见面来得来得去，今麦仔囝回来呀，你唔得原谅伊唔才对。你看遐什么？我啦，哪拢卖讲啊！好啦，我会当原谅你啊，但不过你爱把菜刀夹倒来。这个要求是了贵人上无了，这个菜刀真正落在阿青的手头，会引起什么款的风波呢？好啦，我会当原谅你啦，但不过你爱把菜刀夹倒来。好，明仔我就把菜刀夹倒来。阿伯，别切，菜刀我要给我阿爸。是安怎呢？我阿爸讲，只要有这支菜刀，伊就带咱两个人做伙啊。这袂用的啦。为什么？
你知无？菜刀是中国仔的性命嘞，哪会知讲你要爱，都给你啦。咁好，你为着一支菜刀，就把咱两个未来了。这跟咱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知无？啊，意思吼。你若怪我，不就是从我摇伊吗？这是你讲的哦，是你家怀疑讲的哦。我做明破坏你的幸福啊！哥再讲，我嘛必须应该做些了断。多谢。你不是不敢？没办法啊，这是为了咱未来幸福。为了阿仔的将来，桂英端的是将菜刀交还老爸。亚青菜刀一个夹到，才感觉血少地头，面色啊面青呢。这个菜刀看起来真面青，跟咱一头发同过呢。桂英啊，你等来啊。我来试看看，看这个菜刀到底有偌难。看到那个菜刀，阿青虽然讲感觉真面熟，但是究竟是经过十八年啊，伊未记讲那个菜刀就是当初伊用因叔爷骨灰去做的，连都是滋味，伊对这个菜刀有一种讲不出来的感觉。伫拄只伊摸菜刀的时阵，心肝头感觉真温暖，阿拄只刀嘴顶头闪过那个光线，嘛甲是你甲伊讲话同款。想到这，春梅心肝才开始在慢慢。阿华。这个菜刀是阿仔的囡仔，好，我听嘛就看你切菜哦，那菜刀够紧的啦，跟咱背的俩。咁就是安尼。是啊。我来试看卖。哦。阿青嘛想要试看卖，讲这个刀敢咪亲像人所讲遐尼厉害的，不过想要教讲迄个刀一家到手名，煞变啊又个钝又个快切，连肠仔都切袂啥断。那你才钝啊？阿母这个切菜那背的。大家我试看卖。这个人在想起他牙齿都来开吧，靠！你这个烂刀，根本无资格做这个菜刀，我去给你用掉啊！阿青感觉讲家己向创治啊，都决定要将迄个奥菜刀摕去拍铁店，甲用掉去。业主将伫无意中将迄个菜刀烧见面了。出门伊的心肝内都有一种讲不出来的感觉。你走路安尼行咧行咧，出门竟然率先来到一条非常伤心的帕提亚街街。后摆出门来到这个所在，总是会让伊想起十八年前伊甲铁生熟识的种种。阿爸，哇，这个剑身真是足水的呢。气势绝对会用来气压中门，为何你敢来安听？那是当然的嘛。十八年前，中门青春花东开的模样再次浮现，李铁生中和老师迄个情景，嘛敢来亲像昨昏才发生的代志同款。那摆是过去的代志。心都是种讲不出来的甜蜜，这个感觉也愈加深了伊对铁心的思念。这上好的生意，我打算我要甲拍做起家，是要迄种新工作的时代，一心两家。老魏，做你放心啦，有这么好的生意吼，我绝对袂晓弄的。好，安尼三天我等你的消息。王叔是遐尼啊甜蜜，
但不如今都已经变成过去了，永远封存在村民的内心之中。一出门，伊也一直无法度解开替身失踪这个谜。十八年来，这伤痕又搁被拆开啊，悲伤的目屎也自然的从伊面上流落来。正当春梅真伤心地回想过去一切时阵，阿青当地拍电话来电，要将伊的菜刀带入去火炉底，给腌作废铁。菜刀雄雄飞起来，华清个惊下一脸死。十八年前迄场恩怨，到底是要安怎了结？阿清想讲伊家己去用创治，所以要将鬼阿仔手中提来迄个菜刀，提去拍铁店内底，准备要将刀当落去火炉个油做废铁。结果这个时阵，伊个动作起了变化。我会起起来吼。阿青本来是要用这个菜刀的油弹掉，也不过想不到这个菜刀无大无小，竟然说飞起来。阿青惊一个，专家叫鬼拍就赶快走躲出去。阿青，阿青！作为本来来到拍铁店家，是要回想过去的代志，也像我爹家说拄了这情形，伊嘛惊一个，但是伊内心就一种讲不出来感觉。春梅将伊手刀刀伸出来，去地这个刀，刀也着了。本来起起落落、扑扑颠颠的心情，这么说刀刀平静下来，而且嘛变得紊乱了。春梅啊，你快点我，你敢听我的叫？你敢在我房身边？替身是安怎会无缘无故失踪啊？阿仔，替身的魂是不是去关在一支菜刀内底？是啦。
知影。姓的名叫几摆，也不管你老话是目屎，聪明，干来当家己一个人，安尼四分六撇行伫路的，铁心嘛无法度搁再转来伊的身躯边啊。伊派德行做真侪家亲，伊嘛已经想起讲，伊个菜刀就是十八年前去哦用胡阿个封起来一个菜刀。为了惊讲铁心搁转来偷命，但是到个家，伊也不管一切啊，弄个压压出去。继续生活下去，我要离开你。出去！你十八年起来，根本我对你无好，无够疼你，无够爱心的。你怎爱为着一个不存在的人，爱怎么离开我？好，我最后你一摆去。铁生是不是你害死的？失去所有一切感官，虽然一直用欺骗的手段把聪明骗到手，但是是真心的爱伊。我做你没有用，聪明佫真认为安尼回头做伊走，阿清家己出去，心肝内是足怨恨，而且伊佫将所有怨恨都怪罪在伊个菜刀上面。所来伊到底安怎对付伊个菜刀呢？到底阿青去抢菜刀准备要危害铁星的时阵，春梅也拄来到这间拍铁店，也怀念铁星，看到目睭前的一切，想到伊甲铁星过起甜蜜的日子，春梅目屎一股流落来。¡Gracias!
你这小坏猪娘心，不应该，我的真心真意在对待你，敢不敢我得不着你的心，敢不敢我跟这小妹比啊？你也在等我上下。今天你讲干，我都要跟他分掉，跟兄弟上我行宫做新兵将，定他无力魂。行宫做的干脆就地算了，但行宫做的我没下去。今天只要你要去给蒋金涛做几样话术，兄弟，跟这个蔡多总会散于灰楼永家，你都应万魂灰别散。这两个爱救之下，唔知花家阿青伊今日犯下什么款的大错呢？东村是因为上我闲工做新兵将，定他无力魂。闲工做的干脆就地算了，但闲工做的我没接受。今日只要你要去给蒋金涛做几点法术，兄弟，跟这个菜刀。总会散于灰楼永家，都应万魂灰别散。时间做拍清阿青的良心，伊得不完的要求，阿青现在无多同我相信。我曾许过你狠心，我给你三个机会了，把钱这个财都。
每年来阿清心肝内亏欠作完全拢透透出来，但是佫较安怎回事呢？嘛无从弥补，即马干来当摊平那边对佮变输赢尔。阿清，是主任，你是主任，爷已经尽心悔改，输赢嘛袂管。只要你替主任完成外务，一切归你，我拢袂甲你计较。主任，为了要顺利替铁星完成心愿，阿青一摆了一个祭坛，带大家来祭拜拍铁业的祖师爷吴志强。希望讲一切拢让精神工真顺利，完成师兄这十八年来心愿。除了弥补自己所犯的过错以外，也希望咱各位师兄在天之灵。阿青，天星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灵体？得靠你。我虽然十八年无拍铁，不过我真尊敬。灵验是真简单的代志，卡算若成功都无问题。辛苦，阿青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完成。我有一句话，想要单独甲铁心讲。就伫证人真心中祭拜了祖师爷以后，感伤的出门，向阳说要求讲要单独甲铁心来休息。偷偷将拍铁店的门给关起来。这个时阵的春梅，伊心肝内好像就已经拢无什么挂碍啊。看到这支互伊一直放袂落心的菜刀，春梅一步一步偷偷走向火炉边来。炙热的火光，互伊好像就等于到十八年前铁星的身躯边啊同款。伊伸手，搁再去鼓动迄个火炉，铁星伫个边啊嘛看无啥有。这个时阵的春梅，伊的心已经抓在啊。天星，我会记你甲我讲过坚强无言的故事。你讲伊两个阿母一心连结，那安尼，你两个卖应共同来做一支连结吗？春梅啊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啦？既然恁两个只是用我当结合，那安尼，我希望后世人卖用伊阮做伙。完成铁星的心愿，春梅竟然下心殉情，跳入火炉内底，感情无言的冰剑，敢真正我多做安尼重现？反悔，害春梅也牺牲自己的性命。为着要弥补一切过错，伊准备要将春梅甲铁星结合做一口真水剑。大日时，阿青已经过来了 party， 三暝三日拢唔捌休困，就是想要真专心完成春梅甲铁星伊的心愿。这个代志，毛阿仔甲桂英两人感觉足感动的。受起了悲伤的心情，因同款来专心全力帮助阿青来练剑，不管是外面的困难，也一定要将老母跟铁心不变的情缘永远拢给保存落来。虽然讲出门的纯情，这个冲击让人无法度同我认同，也不过坚贞的感情是让人足敬佩。过去的一切已经随风离去啊，现在也只有等待这口气诞生了。
完成了替身甲村民的心愿了后，伊嘛看破红尘啊，准备要出家做和尚，弥补家己的过错。阿青抱着一颗悔恨心，希望讲一切风风雨雨会当变出过去。伊要替替身甲村民念经，希望讲会当还早一日超脱。三步一跪，五步一拜，相关的心情无怨尤，也无后悔，一路行来，天性不变。阿青心内已经无其他的执念了。阿青从天龙楼到富人去管理，而且嘛接受阿宅做夜竞赛。阿宅转来到天龙楼到三工，负责煮菜。一贵人是负责化妆场，点啊招呼人客。天龙楼的生意足好的，用替身甲村民所练成的那口剑，嘛被供奉在天龙楼的。多谢你搞到三下，我变成剑士，就你扎心贵族。贵人，阿才较高义，你唔通讲欺负我。村民亦有干将木牙两行木利剑，提升家己，只求会当个替身永远做伙，最后共同练成了一口名剑。自古早干将甲木爷因以身练剑故事，相传干将甲木爷是为了要练就一口好剑，跳入火炉内底用家己身体来练就，想要教功所练出了一代名剑。其实这并不是上天骗人的缘故，而是因为人骨头内底含有利用甲钙的成分，掺入了后，火的色泽就会红的变作青，也更加程度嘛就会增加。但是现今的社会，因为技术真发达，已经无拍铁师傅用人骨来做剑了。除了标武甲性命的用剑，为了要增加剑的灵气，在清洗路边的无主高魂的骨骸来练练以外，人骨做剑的这个方法，嘛只有做在武侠小说当中名。这款的宝剑兵器，敢真正有神力，那是真歹证实。但是这款的传说，也加添了武侠迷因鬼魂的幻想空间。